Hello， 大家好，继续 Pokemon 嘅绝对云能 DN 嘅，咁而家打到打完个道馆，攞埋入埋嗰个龙洞嘅，咁而家出到嚟啦，咁我唔知道有咩做，系咪可以同佢打？睇下而家可以同伊吹打咗，我好在都系正常 level 嘅，哎呀唔记得除嘢添，加细声啲先啊，等等，系啦，好，头打打碎战龟剑王。亿万吸收，百万吸收，百万吸收咁打狩猎凤蝶之后冲浪啊！冲浪，哇死死埋！哇系，我唔记得拎翻我啲精灵出嚟。好，魔法叶片咧，哇体力，哇打啲狩猎凤蝶，魔法叶片，哇火箭鸡。我杀咗只鸡，佢自己都 good。打火焰鸡之后呢度用原始力量，哇！急冻光线、冷冻光线，头突打冰衣背，电磁波打卡比兽。Oh my god！ 要输啦，唉，唔紧要啦。好，我让嘅啫，呢铺好。睇下先，放翻啲精灵先，比超掉得，呢只都掉得啦，其实。先放黑佬加出嚟先。暂时其余嗰啲我都未谂好要练啲咩，暂时呢几只先啦。不过去到四天王一定要换噶啦，即系一定要揾只劲噶啦，起码大菊花呢啲一定唔使出场啦，我觉得。白色香草，好，偷我狩猎凤蝶嗰个果实先。啊，唔系，其实佢有只水箭龟，咁我咪冇得用火技咯。咁换翻大菊花先咯，又系，应该佢会用地震嘅，我觉得。系咯，用大菊花。冻风喎，地震系啦，用地震啊佢。头打打狩猎凤蝶呢，做用如此力量。哇，佢个真空斩真系不得了。头打打火字雞，之后用原始力量打火字雞，哇！一脚俾佢兜死，哇！仲要加速特性添佢。好，呢度用，哇！用咩都死啊！用咩都死哦、啊！剑王啊，剑王，飞虱踢，冲浪，地震会好啲。剑舞，哇！哇！佢只火焰鸡真系不得了，打唔赢呢个，肯定打唔赢。而家暂时唔打住啊，咁我头先之后我要去边啊？头先暗黑洞，其实系咪跳翻落去去翻个维修嗰条路度啊？因为之前系吉紧屎路，有条路系维修噶嘛。喂，又系火球鼠喺度，系咪就系呢只啊？唔见咗，发现走失嘅火球鼠，我送佢翻去主人度先。喂，火球鼠要帮我找了咧，气息头巾喎，虽然唔系咩贵重嘅，气息头巾系咩嚟噶？哦，呢、這个好，好似话呢一度翻去空木博士好似有嘢俾我，已经收集到五个徽章啦，博士等紧你喎。你真系咧大喜一惊啊，托你一福咧研究顺利噶，大师球，大师球咧咩嘢中型都捉到嘅，因为陈寿嘅捕捉力都唔高，我觉得咧比你更加适合嘅。小辉揾紧你喎，头先听到只个小辉似乎咧揾你打武女喎，原猪士喎，挑战武女需要攞到五个徽章嘅，吓打嗰啲武女都要五个徽章，睇有啲难打，有机会都好，带嘢嚟玩啦，哟，哎你终于嚟啦，你进步真系猛，已经击败所有武女，啱啱先到啊，好睇下差距如何，火焰猴偷你嘢先，奇迹果。劲喎，奇迹果，高超鸭，冻结之风，哦，五十呢？黐线，我只蛇纹熊玩到五十呢而家，狂野点？呢度用最快 ，Hello 加应该系我最快啊，但我唔知够唔够佢快，我系唔够佢快嘅。地震雨咯，剑王，诅咒，嚟张爆弹，嚟张爆弹。嚟张爆弹，嚟张爆弹，
哇，仲会瞓觉添啊！冲浪，哇，可唔可以痛啊？黐线佬，好，唉，死埋，好难打我都呢一个都，唔系话易打噶。好，系最惨系嗰只嘅。嗰只嘅电视系啦，好头锤，头锤，索腰，生命玉 ，good， 偷到好东西啊！呢度换地震鲶鱼啦，真系一嘅车佢，剑网先，见佢都打唔入，我梗系用剑网啦，系咪？假面蔷薇毒草系哦。照打先，好 ，good， 佢应该吸唔死我嘅，系啦，哇，搞错咁都唔死佢，走先啊我都 ，hello 家，火牙，卡比兽，卡比兽啊呢只啦，摇尾巴，头突，头突 ，good。不得了啊！估唔到你而家咁劲啊！俾个情报你，母女五个人中意用衣背啊，对咧系五只衣背嚟嘅，唔好太得戚啊！武姬咧超劲啊，32号道路去，即系打完呢个就可以去32号道路啦。OK， 冇问题。好。OK， 欢迎啊，母女玉水啊，系嘛？你打算挑战我哋？挑战我哋咧就系五个徽章嘅资格，你呢原来系咁，已经有咯。我相信各个咧馆主都已经有认可同埋肯定啊，所以接受挑战。人类嘅心灵咧比唔上精灵嘅纯洁啊，但系睇下你真系有完美嘅凌驾精灵嘅能力咧，睇到你深深嘅基本。冚死啦，月衣背，哇，正犯嚟，早啲偷咗啦。啊，我命玉嚟，我啱先醒起我命玉嚟呢度，欺空，哇，系电磁炮，一定咬死你啊！其实应该烧佢会好啲，啊烧佢会好啲，因为呢只嘢唔系防御，即系唔系特防高啊，系啦，无论小梅啊，用精灵一决症，哇一次过打晒噶，咁都几麻烦，气息腰带，哎换重嘅喎呢只，地震，好高速移动啊佢用，唔系嘛？好，讲走咗呢个武藏丽娜，非常多谢你啊！实际上好强嘅，聪明嘅女人咧要懂得隐藏实力啊！彩月舞女，哇，唯一王，换呢只先，火焰推进，慢慢同你玩，冲浪，好，宝石海星，地震，好。草啊，魔法叶片，精神干扰，好，好精彩！我系呢个草鞋溜冰嘅舞女英啊，听讲咧龙之月出色咁咧完成咗长老试炼，可喜可贺啊！雷伊贝，哦，我最近呢个只死咗添，哇，哎，咬佢，哇，大镬啦，布。光合作用先，哦，差啲死，车色啊，马骝拉，大镬啦，一下马威啊，冷冻拳喎、啊，唔系结冰啊嘛，唔好结冰啊大佬，哇回血先，呢啲梗系屈回血嘅时候啦，佢冇得回血，我有得回血，吔屎啊，好。最后一个啊，呢、這个轻盈咁跳舞舞女小兔啊，成功咁战胜咗姊妹们，出色嘅表现咧令人钦佩。好，哇，冷冻光线，好在冷冻光线佢唔系劲啫呢招，即系水衣背，哇搞，唔好咁喂，瞓觉，喂好在我都醒咗啫，梦话，唔好结冰啊大佬，车死佢。外河马 good， 回去先，欺空即系你打先啦，唔紧要，好嘢，成功挑战啊，适合咧呢个胜利嘅象征，攞去啦，哦呢一、這个啊，
姐姐，有两位舞女邀请你去到关东地区参加某个活动啊！听讲呢两位舞女都系试用衣背嘅好手，似乎系相当稀有嘅衣背、哦，我要去一去啦，继续挑战啦！呢、這个阿笔似乎系下一个沙二号道路，哇，走晒一队人，好 ，OK， 两只新嘅衣背咁，即系冰衣背同埋啊，唔系、哦，做两只新衣背咩佢？仲有咩？自制啊！我真系谂唔到仲有边两只新咯。见到小光喺度，你都嚟咗啊！沙二路路解封之后咧，就入咗唔少精英训练师啊，所以喺度咧可以好好同啲高手过招噶。既然我同你都有场友谊比赛啊，波加曼佢嘅波加曼真系犀利，地震冚死佢，雪崩，哇飞冰！咬死你啊！飞冰元气我60咧，元气我黐孖筋，即刻中你毒先啦！剑王好咗，剑王得快啫，呢号升咗四级先。哇，咁鬼劲嘅佢就系咁嘅死人企我真系黐孖筋。波阿基斯好咗，我有技打佢啫。好火爆术，哎，非常好啊！特工果神通力搞掂，莫非你已经攞五个徽章，难怪可以打赢我同波加曼咧？但系咧，我同波加曼仲有进步空间，一定可以追上你。唔需要追上我，我唔会俾你追上到我。虽然话就话呢一个咧啱啱解封，但系我啲精灵咧都系冇咩点嘅，都系得七咧啫。咁所以其实系得一支精灵精英训练师系劲咗嘅，得翻浅神花。喺呢个 D N 入面咧，可以学到寄生种子，好感动啊！攞走大根，吸收会回 1.3 倍。哦，即系呢只嘢有得寄生种子啊嘛，咁都几劲。口袋护林员维持平衡啊，防止破坏。好，哎呀，个徽章咪吉紧，你居然赢到亚速先生，吉紧屎亚速，偷你先。白色通啊，又系白色香草，铁甲暴龙。看看邊個慢，看看邊個慢，哇佢快啲喎又，加拉加拉水啊，哇佢居然慢過我，好 ，OK， 呢啲乜水啊？太陽好曬，今日唔記得擦防曬，所以只有喺橋底度匿埋。喇叭牙，我快落去執嗰、那個佢個 PC 先。好，喂咩事啊？今次我哋目的咧喺呢个嘅呢、這个连接洞穴啊，任务同以前我一样咧，都系揾到呢个石板。根据灵马喺阿鲁夫调查咧，石板最有可能咧喺外兽之余逃喺呢个洞穴入面啊。落楼咧嘅人估计咧已经到咗啦，嗰条友啊喺玩嘅时候咧不忘抢功劳，我哋都要尽快完成任务。睇唔切嗰个冇揿到，熟下明白。喺任务期间，允许使用一切暴力噶。哦，当然啦，如果比较强嘅防卫者，第一时间通知我，由我嚟了结佢哋。系嘅，贝托大人，咁又开始执行任务。我哋都系希望咧有强大份呢个阻碍者就唔会无聊嘅。边个？胡地，感应侦察。仲有人咩？喺边度飞出嚟啊？喺棵树度话冇，明明一瞬间感受到强者嘅气息，但系附近冇人，系我错觉。系啦，喺隔篱啫嘛，我都见到。K 喎，你上嚟做咩啊？我翻地。即系敏锐嘅新草干部，揸啲俾翻二石板，睇嚟咧非常有趣，真系想亲手研究一下。唔通系额外受之余，我都想睇下一件点样有趣嘅事。好、啊，哇，波加曼，喂、哎，做咩啊？咩啊？要俾你回复精灵啊，200蚊一次。喂，头先讲咩啊？睇唔切，我睇翻重播先。好开始啦，咁咧头先咧个阿婆就话咧系一年前咧神秘消失咗个乔伊小姐，咁咧出于好意咧，咁呢个阿婆就会帮手嘅，咁即系每次就要收200蚊一次嘅，黐孖筋嘅，其实都唔使我隔篱有部精灵，有部机冇喺隔篱度整咪得咯，头锤，好，白色香草执埋喺垃圾，白色香草唔劲，哇一嚟就有怪嘅，咩嗰只？嗰只食梦兽啊？系咪催眠兽叫做？新手者就执行紧光明任务，无关人员，唔好靠近。系，可以使用一切暴力。
死啊！左开者一嘅偷咗你先，星星果系咩嚟噶？好，欧云难喎，地震雨啊！地震啦、啊！地震啦、啊！地震啦、啊！我同评分，你都几狡猾喎，同我啲咁多血嘅人同评分，犀利喎！咬死佢先，围攻围攻，打死佢！哇！佢个爆破真系不得了喎，佢爆破一夜爆几次喎，大二啊！要即刻通知贝托丹，好似你咁嘅嘢咧，只系渣渣存在，系尖脚石嚟啫。好，咁我哋今集嚟到呢度先，下次 D N 再见，拜拜。